那个啦，第一个是不是近战可以升级还是什么？他不是有时间的吗？是时间而已，30秒吗？那算了。What the heck？ 烧！烧起来了，我烧起来了，高压！一号够人了。二号需要支援，二号需要支援。有掉了。还有一只小只的苦力怕在走。哎，小只苦力怕，小只你们看到吗？哇，这小子有点，小子要死！小子 ，no！ 啊，没事，啊，买治疗药水，快！啊，买治疗，来，补血到中间喽。好，补了，谢谢。三十八哦，三号高压，我在射枯弓。OK， 我打后面的高压。看其他区有没有需要帮忙？这里一号需要支援。哎，这边有个高压吗？没什么人在打。哦，有了。打后面那只高压。帮你补。我要太吐槽，你的这边是哪边啊？这边就是这边呐、啊，就是这边嘛，就这边呐、啊。你要穿女服装，我才看得到啦。哎，有身装真的有差哎、欸，砍身一下就死了。嗯，我射护工先哦。好，二号两只库没了，来了。繁星，你还不能升钻装吗？我还没升吗？对啊，我看你还没升啊。哦，快去！我刚一直以为我钻装哎，应该是钱差一点买不够。哇，没砸到！哎、欸，三号，救命哦！好怪，我想说我怎么有钱？天哪！我说升的我怎么身上那么多钱？到了。炸到了！哇！没有，没炸到，没炸到，没炸到！后面，真的要炸了，要炸了，要炸！丢一下！我补了一下血，快丢！有办法帮村民补血吗？要不可以，可以，旁边就可以。他现在是90%，哇！铁巨人，哇！哎，尊重！打架！喵哈没追你，喵哈没追你，没追。我跟你正面冲突，来啊！不是，哎，大哥，你冷静一下。来啊！有一只铁巨人，快吃啊！哎、欸，一号没人打高压。哇塞！我来了。我快把铁巨人给弄死了，弄死一只。一号高压快到了。有，我在打。一号高压解决。打了，掉了。这铁巨人还好，也没有很痛。对啊，只是反应而已啊。其实可以跟他硬拼呢、欸。对啊，我刚跟他硬干呢、欸，直接打死一只。应该断装了吧？对啊。哪边？那个一号高压跟猪人。我射枯弓。四个枯弓，两个猪人。一号猪人我处理，好，高压只有我在打哦。二号。不要阻止我打枯弓。烧起来了。我也在打了。哇塞，你也太多了，僵尸了。好多僵尸啊！好多哎、欸！苦力怕，不行！打！一号要支援！太多了！打掉了，后面那只不行啊！啊！爆了！80%！41！还好，安全！等下这到底有几关啊？他可以补，他怎么补啊？丢起来要死啊！就买 buff， 直接买 buff 了。来、哦，买一下，我冻结怪物帅哦！等一下，他血好像不会回呢。二号是需要支援哦。一号蛮多怪的，好烫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买那个东西打高压好快哦，好恐怖哦，那个。哎、欸，一号，来了！上面有没有人帮忙射一下？那个爆炸的，我快被炸死了。阿七，加油！行的 ，You can do it！ 是。哇！直接买 buff， 每一场都买。补一下，补一下，拜托。每一场没 buff。打完了吗？打完了，还有这僵尸，还有，谢谢。还有人还没升钻装，观众还有观众没升钻装。买 buff 真的有用啊！等一下哦，这里是二号需要支援。哇塞，43铺哦。一号正在打，一号有两只是不是？啊，一号快走到了，对，一号快走到了，要打。哦，我固定手，一号了，我改一号。
二号还有一只小只的苦力怕。哦，这个洞柱不许走，不错哦。哦，烧哦烧哦。哦，这个游戏到底有几关呢？它到底有几层啊？天哪！可以玩到什么时候？直接玩到棺材。对啊。 我们如果能玩到棺材也是很厉害啊！<笑>强化哦，强化，强化，强化！哎、欸，爆炸镜还不错哎、欸。周压没人打。哦，好痛哦！一号我解决，一号我解决。二号解决。解决。上面还是要有人上哦。哇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！哇塞，哇塞！哇！哇！哦，我也被爆了一次，可恶！我剩半个，好痛！我也是，我也是。 多避一下，避一下。我买个水，我买个水。我也要买个水了。哦，丢，我先丢了。我丢一下，好。哎，丢两罐。出了，出了。三只。一号高压。一号我顾，一号我顾。没关系，我跟哈基尔。我来二号的高压打。好，一号三号高压加铁巨人。三号很多，三号够，三号够。三号够。我买力量加强，自己就 OK 了。打铁巨人吧，你们。没事，我一个人打两只啊，不用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一次脚好酸哦。我买力量，力量啊，一个人打两次。超好笑。力量帮忙打，死了死了死了，铁巨人死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有人说头一次看到阿米狗这么大这么团结，真的。想赢啊！想赢啊！然后结果就真的开到棺材。 然后他说这个没有坡数，只是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而已。真的假的啊？哇！目前已经46波了，好猛啊！没看过这个数字哎。我打后面的。上面的护工好烦啊！护工啊！护工啊！护工！我射护工，我射护工，护工！护工！哎呦喂啊！太多那个投篮机了啦！三号。 三号，三号，三号，救命哦！三号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哇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被炸飞！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上面有没有人顾一下那个变身？射不到哎、欸、啊！啊，不要动啦！很爱动哎、欸！嗯，哇，都用了 buff 之后都没钱呢、欸，现在。我觉得这玩一场就好累哦。<笑>对啊。 哇，那结冻要2000块哦，这么贵哦。嗯，我刚刚没有看价钱，就直接买了。<笑>那结冻可以干嘛？就怪不会动啊。怪停住啊。怪都顶住。哦。哦哟，我打高压哦。好。哇，我剩三滴，我剩三滴。他剩八滴。买水，买水，买水。有，我丢，我讲完的同时丢了。<笑>哇，自己的僵尸也太多了吧。 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！麦块改成1.9，有好处。4号，4号哦。对啊。说让左键消耗不要那么快。对，嗯，他们应该是之后跟什么键盘厂商吵架了，改成。不会，应该跟键盘厂商合作才对啊。对啊，就是要合作，可是现在吵架啊。所以才改成这样吗？哎，好多键盘是合作推出。看这库工太多了吧？5只是什么概念啊？还好，现在。 二号，二号，二号，有没有人来？一号，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可是我快死了。躲，避一下，避一下。不要，二号，二号。哎，没补到你吗？我在，我在，你别小心，我补过了，我补过了，你赶快去买。一号解决，一号解决，等下。哇，三号被人打高压，哦，有，刚刚解决。我被炸了，砰砰砰！哦，我在重置中，上面，那个炸弹炸太痛了。哇，哇，我要死了。 一号，我的治疗药水被丢到哪里去？哇死了！不要有人一下跳到上面的。我觉得上面的那个炮台都太痛。要有人一直顾上面。嗯。我刺了我的剑都一直弹开。一号高压。嗯。三只小猪人。三只小猪。一号高压需要帮忙。那个弓箭手击退。 一号，一号，啊，有了，有了，要帮我打一下上面护工，好不好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不行，我死，我死啊！一号来不及了，一号来不及了，哇哦！来了，来了，来支援了，来支援了，爆了，爆了。
哇哇哇！哇，蹦蹦蹦！哇，38！哇，瞬间爆好几个！一号，一号还有闪电哦！一号还有闪电哦！冻结，冻结，冻结，冻结！痛！哇，49，49波！就好好那个，差一个50哎！50波！哎呀！耶！我打好多只啊！我好酸了！我抽第9、3，抽新的。 哎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！我不玩第二局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其他游戏，其他游戏，其他游戏，休息一点的，说好说好，说好酸哦！没有说话，看得很刺激啊，当然不讲话啊！哇，对啊，刚才想说有没有办法50的，说50还蛮完美的，差一点，要动不动不住哎，嗯，因为太贵了，要2000块，50够，可是我现在居然没反应。 啊，那个吧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记得我们之前是不是玩的要死要活才29块30？对啊，我记得。<笑>哇，真是配合的太好了。我们一口气玩到49啊！<笑>真的好恐怖啊！好吃<笑><笑>。太神。到底玩了什么？真的。啊，好累。还有什么比较少玩的、啊？而且可以。手超酸。乱棍之战是什么东西啊？ 那感觉就是很累，你就也一样，是那个猪猪的那个吗？猪猪，我直接点下去啊！对啊，猪猪的那个啊，骑猪在打人啊。对啊，骑猪打人，应该还好吧？然后看不到人啊，我有点忘记嘞。哦，没关系，你就待会站着不要动就可以。就是跟我们上个礼拜玩的很像，就是越打会被越远啊。嗯。 挨打越多次就被越远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然后你死掉前都是一只猪。嗯。呜呼！噔噔6，5，不要带头加1哦。嗯。哎，小雨很惨哦。哎，有西瓜哎！打爆他啦！你要先知道是哪一个猪啊。<笑> 所以是要苗猪还是苗猪上的棒棒啊？猪吧，猪。谁一直打我？根本都不知道谁是谁啊！你是不是看到自己？因为猪有延迟。对，他会慢一点走过来。啊啊！那是我自己啊！你是不是在挥空气啊？因为我刚看了一个猪在原地转圈圈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到底是谁啊？ 哇！打这谁啊？一直在我旁边绕圈圈。哇，这个好会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好多人在这里哦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在打。加去吧你。隐约没有隐约打人，隐约现形了。打隐约，他死掉，打隐约有目标。干嘛打我啊？你们这些没死过的。打那个现形的。完了完了，我也现形了，好快好快。 我是弹珠台啊！不要啊！哇塞！我是弹珠台那个球啊！打那个球啊！哇，好快哦！这个球反应有血小板。哇，打那个球！雨月，你干嘛空挥啊？啊？看你刚刚空挥。我一直在空挥啊！我一直在胡乱挥啊！不要打我！走开啦！走开啦！走开啦！这个，不要打我啦！ 掉下去了，可恶！现形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！把你打回原形啊！被打，啊！还有人是骑猪猪的，打死！我刚刚掉下去啊！打隐形的，我飞不起来啊！那里有一个隐形的啦，有好几只啊！打下去啊！因为你还是隐形，我还没死过，打那只猪啊，就是你，对不对？ 对啊，凡希你也太准了吧！太会了吧！还很多都是猪啊，还有，怎么刚好扔到你？就是他，小雨就是他，这就是喵哈，这就是喵哈，就是喵哈，看那屁股的形状就是他，喵的屁股形状，怪怪的。那个逆时钟的尾巴，打那个我跟小雨在追那只猪，快点！ 好，也只剩我。阿金，阿金，救他！阿金，救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在这里。
下去，他回他了，想骗，想骗，后面那只，阿基不要嘛，我打地米，我打地米的，打地米的，不是 Kevin 吗 ？Kevin 吗？啊，怎么上去了？他怎么上去了？他刚刚又打人啊，又上去了。哦，不要一直打我，我跟弹珠一样，太会跑了吧？可以啦。哇塞，弹珠台，我还有人是隐形的、哦，哇，有吗？有他就是就瞄他，就瞄他，打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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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